合武术台南高中进行一场的人生演出，这嘛是校特别在毕业典礼进行举办的一场社区成果发表会以及晚宴会，故邀请校区内六年级的各小学生来参与，欢迎你当提早看到校校的特色。不错啊，有没有很期待？有，感觉很好，很好玩。在各社团的表演中，大家拢展现出因这段期间的学习成果相当的精彩。有学员指出，这主要是要学生会当有一个展现家己的舞台。今天活动的意义最主要是，也让学生学到平常我们社团里面的一些成果。那孩子从社团里面去发掘他的兴趣，那今天展现出有给他表演的一个舞台，增加他的一个信心。那今天的研究会也让孩子一个。能够应对的能力，然后寓教于乐。另外，台地工商马爹毕业典礼进行办到请所有毕业生吃饭。台地工商这项餐会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全国唯一的社庆宴。校长杜金洲表示，这几年学生的表现真优秀，也为学校争取真多光荣，所以应该由校方来感谢学生的努力付出。不希望再让各位破费跟家长拿钱来办这个谢师宴，所以今天特别利用这个时间啊，来办这个欢送餐会啊，要恭喜各位即将顺利毕业，也感谢各位三年来在大德工商。有那么优异的表现，为校争光。这种办桌的方式，邀请表现在大礼堂吃饭，已经变成台地工商的传统仪式，也愈来愈受到大家肯定了。记者真心常报道。